首先呢，我会讲一些关于芒种的知识，然后什么是芒种呢？一会儿我就会揭晓啊。然后下面我会玩一个汉字小游戏，当然最重要重头戏就是咱们有一个绘本故事要一起读啊。忙就是上班很忙，哎，做完这个事情再做另外一个事情，所以说干嘛忙就赶紧去种地。为怎么快点种地种什么呢？这种东西你们谁知道？这是什么作物呀？这是什么？麦子、牛、龙、锄禾、日、丹、午、寒、地和下土，四季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来，同学答一答，是下还是上呢？谁来试试呢？快说。小文，小下。文，OK，答对了啊，下。下面这个字啊，这个字，哎，这个字呢，谁来答一答？这个字是立还是土呢？你们来猜一猜啊。哎，不用练，你来。力，当然，立。我在辛苦干活。我再辛苦干活儿，他却可以睡觉，他却可以睡觉。嘿嘿，小水牛，小水牛，有点儿有点儿为自己被自己感到不平，感到不平。写都是很辛苦的工作，可小水牛根本不在乎，因为他获得了丰收。足够与每个人分享。哎，行啊，谁说很厉害啊？你看最后小水牛，哎，这么多，哎，所有的小伙伴们，哎，都吃到了他种出来的这些东西啊，绵羊、大公鸡、哎，牧羊犬、猫头鹰啊，都来了，很好啊，大家非常好，非常厉害啊！今天咱们的活动也就结束了，最后呢，给谢谢家长，就这么一页谢谢家长。好了，今天咱们的活动就结束了，谢谢大家的参与啊，拜拜。